差不多。这个百年吗？不是国徽。哎呀，这个可以的，五斤吧。你试一下。差不多。没有五斤，有四斤多。还可以吗？这个是什么鱼哦？国徽鱼。你是来了海边对吧？你怎么一办法这么厉害，这个钓到了？那里有那钓人挺不动啊。对呀、啊。你自己钓的吃不吃怕钓？送给水果店老板了，跟他换水果了。他换水果啊？嗯。那个，哎，那鱼卖不卖，兄弟？啊？鱼啊？是干钓的吗？干钓的。我看看。干钓的，你可太牛了！干钓的啊！一百。哎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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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太厉害了啊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，这是哪里钓的？河边钓的。好厉害！你看吧，这么大的东西，这个好厉害。这长多少年了？给你拍张照。好。是你钓的吗？对。你钓着了吗？这是罗非鱼啊，罗非鱼，罗非鱼啊，罗非鱼。太厉害了！你拍了，鱼很大了，这个。把你腿前面一点。最起码有四五斤吧，有了四五斤。罗非鱼能卡住是吗？可以。这样看了更大了。对，我们前几天钓了四十斤。在哪钓的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四条江边的。对，一斤一条。我现在钓大概四五斤吧。有，你试试。我看一下，拿我手上面这个。我这花给表妹看，四斤多。就乌龙江钓的，我明天跟你去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。走了，拜拜。这一圈在小区走的值得，又钓到大鱼了。老板。那个罗非鱼哈，对，罗非大了，大鹏，那起码有金没有？像鱼是个金，是个来，上秤，哎呦，抓到我了，来，四斤多，四斤多，四斤差不多，哇，超大的，来脖子，脖子干起来，还在动。我帮你放哪？今天想放啥？我想吃苹果。吃苹果啊，好啊，想吃哪一颗？拿一颗就好了。拿一颗，一颗你亏大了。不会。多拿几颗，多拿几颗。不要不要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。我把鱼放哪？不要了，老板，不要了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把鱼放。大叔。小心点哦！好了，吃别的东西再换一点。不要了，老板，不要了，走了。